我想講嘅係，無論我嘅成長，又或者我嘅經歷，令到我改變咗幾多，但係我嘅真誠、我嘅真心、我嘅坦率，這個性格永遠都不會改變。希望大家會喜歡今日，今時今日這個新的陳慧嫻。送给你的一首，今晚最重要的首歌，送给你。Thank you.